上面的竖球打一发，漂亮，没毛病了，挺。像三毛是吧？大鞋我卡几发10点了，挺吗？跟上一个视频连接起来啊。这个就在那个角度上是没有参考了啊，所以说新手不建议上那种大斜坡，因为横坡的时候你有个这个角度参考，知道重合没重合，知道你角度对不对，小夹角上下皮重合，知道角度对不对。你大斜坡的话，没有一个参考的角度，很难掌握。皮鞋上。这个防的效果还行，接着回搭个知了啊。